Hello，Hello， 我是阿乖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舒压小游戏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，我有强壮的肛门，不是啊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，我才能找厕所。首先玩这个游戏，你一定要有强壮的肛门 ，Go。好了，这第一关它应该是让我们试的啦。那就是可以控制左右，然后跳。啊呀呀 ！OK， 第一关还蛮简单的，然后第二关，然后它右下角有一个这个这里有一个啊厕所的时间，然后就越近跳。Easy， 一开始都是简单的。等一下，让我先上。我昨天吃四川麻辣锅、啊。好，跳阶梯，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点跳不动啊。哎、欸，跳不上去，不行啊。这样子吗？不行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知道。你不可以只往前看，往后看呐、啊。成功！这一关又来了。喂，厕所，等等我！厕所，等一下，这上不去吗？哎，上去了。Oh yeah， 放松了。Oh yeah， 我的屁股。跳舞，简单。每个马桶都是英雄啊！等一下、哦，这要怎么走？使用你的滑鼠，这里有些使用的滑鼠。使用你的滑鼠，马桶拿下来吗？拉上去吗？不行啊！跳。No， 不要！时间快不够了！完了！要做蛋糕了！屎尿齐飞了我！哦！啊，重来！等一下哦，应该是要有点，有点，看一下好了。他说：“这里，这里可以拿东西啦！马桶我来了！”啊，输呀！感觉好像是输我，不是？这不是输压游戏吗？等一下，跳，就在上面，可是应该跳不上去啊！不行，不想再拉了，不想再做咖喱便当了。你知道咖喱便当这个梗吗？沈玉琳的咖喱便当的梗啊！是啊，你这么放个屁，把我沙发给搞这个样啊！我刚吃咖喱饭，不小心压到咖喱便当了。上面。Next， 这里不能吗？我不能动啊！别这样！马桶快过来啊！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？啊，同样的梗啊！轻轻的 push 他，这里啊，是不是可以撞他？哦，为什么只有两个啊？两个马桶，这可以过去吗？中间不能过去。请使用方块这个吧。过不去。放松。那这怎么办？这我先试试看。别！一样推过去了。时间再给我一点吧，我肛门快不行了。这是不是可以点它？这样滑上去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也没有路啊，理论上要靠这个啦，来不及了，完了，又错，真是，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，别老是让我错赛嘛，对不对？不能每天都吃咖喱啊，点它就好了。马桶，呀呀，马
桶。等一下，这是马桶在上面。哦，这个节奏感好快啊！马桶掉下去会死，我相信我可以避免。什么？哎呀，这里可以直接走啦！等等，时间不够了，又要刷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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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的肚子，肚子。呀，时间不够了，剩一格啊，所以越快他就可以升。你们让开，我先过不去。干排队，天哪，大家都吃坏肚子就对了啦。请推这个箱是什么啊？清除你的敌人吗？这样子吗？只有我能刷，亲爱的马桶。这一关看不懂，先走看。这样过不去啊！啊，完了，要重来了，这一关。再试试看。等一下，不可以碰到。跳！哦，快憋不住了。肛门不强啊，肛门弱，我叫肛门弱，这样可以吧？你们知道肛门强吗？上不去啊！马桶可以啊！错了，乙错，不好意思，乙错，憋不住了。妈，这可以移吗？可以移啦，那就直接过来就好啦。直接把它顶走，直接顶飞。这又是同样的梗，是不是啊？可以直接过去，对不对？跳，不行啦，把它抓下来，不行啦，等一下，哪有东西可以抓？上面啦啊，重来了。上面的东西可以掉下来。得了得了，马桶我来了，解放！解放我的肛门。等一下啊，这关感觉稍微有点难咯。靠，这上不去。上不去啊！一次失败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不行，等一下。刷。You need to 看歧视英文弱的人就对了啦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干嘛？哇，错了，又错。错了还是来不及呀、啊？他这错了还是来不及。我轻松。英雄，马桶英雄。怎么没有配乐？这是假的，是不是？还在扣哎！我们重来。再一次。有了啦，刚刚是 bug 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不懂。这上面是颠倒的啦，是不是颠倒的？所以反方向喽，反方向不行。需要这样，停，我们这样子吧，然后这样上去。没有人能阻止我跟马桶相恋啦。等一下哦，这是用叉叉的这个梗嘛，对不对？叉叉这个梗，不行啊。完了，我觉得不是那样走，我觉得是走上面。我等一下，我昨天吃了太多了，所以我不能串，是不是上面？不是上面，什么东西？卡住了，不是上面吗？哎，这什么？我的朋友 already 什么 ？Let's be better.在抓厕所不行啊！不懂。好，再试试看。天哪，我的厕所 ！No！不行！憋不住了！不要！完了，我觉得我会卡关耶。这有什么办法啊？这样子吗？
这样子有没有办法？然后卡在那里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有有。哎，错别人上去跳，还是？哎，我们重来一次，我们重来一次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然后有这个游戏有这么难吗？是有这么难吗？然后啊，是不是有这样难吗？这一关有点难耶，不应该是这样走的啦。那我们试试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重来。哎，他重来好像他会有点宕机宕机这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这边有一个通道啦。哦，水管工的通道。圈叉圈叉圈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哎，这个一跳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跟厕所相见，我再也不想吃咖喱了，我也不买咖喱便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拉出来会绿绿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好，我没有专心啊，这什么？不能移它，快憋不住，快憋不住，人在抖了，哦，人在抖了啦，人在抖了啦，这样子也失败了啦。哦，我推，哎，然后，哎靠，上不去，剧情不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天哪，重来，所以可是时间会照扣哦，所以要这样子 OK 的啦，对吧？呀哒，轻轻松松解放成功。哇，哦，这个是 Andy 的吗？哦，终于可以不用在大庭广众下解放了，终于可以好好到厕所把门关起来慢慢的放了。什么？这个不是结局吗？这个，不是结局吗？成功！啊，哦，这是结局啦，最后的结局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舒压系列《火柴人找厕所》就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再加上小铃铛哦。我是爱玩搞怪游戏的阿冠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